好，这个凤梨虾球，刚才把那个虾仁处理好的虾仁，裹上那个太白粉，沾蛋液裹上太白粉，现在呢就来试看看到底会不会成功。好，这里，180度，13分钟，好，等等就拭目以待吧。好，剩下那个2分钟，那我现在来偷看一下，哇，有没有？很漂亮，金黄酥脆，所以我不想吃太干的虾仁，所以说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很漂亮哎，不用油哎。哇，好香哦！这个虾子味道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刚刚完成的凤梨虾球，差美乃滋。等一下，好，你看这个美乃滋把它淋上去，这一道菜轻松。哇，这样就不就是凤梨虾球了吗？外面一盘180。自己处理，好，搞定了。